邀请台南市十二位总埔师，每系选出三项手路菜，总共36道板道菜摆伫桌上，要来宣誓。三冬后，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台南为美食之都。请这些老师傅，由于美食家越来越多，大家都喜欢品尝美食，所以就请老师傅重新复古，把一些失传的台菜、一些失传的台南特色的一些半桌菜，能够把它复古给做出来。所以今天让许多的评审、专家以及好朋友们，一饱口福。那将来这些手路菜、这些秋楼菜、这些半桌菜，我们也希望透过有系统的这个整理，希望透过慢慢的一个作为在餐厅里面能够重新再复刻出来。那慢慢让很多观光客、很多来台湾或来台南的人，都能够品尝到这些已经逐渐失传的这个手路菜或是半桌菜。那重现台南的半桌文化，这次会把台南的最老的老师傅12家老店把它找出来，做一些传统的已经失传的一些古早菜，还有一些台南特色的菜色半桌料理把它做出来。那主要是要呈现我们台南市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们也是在为台南市要申请呢台南市美食之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在做努力。